居高临下的位置为客厅提供了充足的自然光和广阔的晨星景色。为了充分地利用这两个优势呀，在室外的露台设计了休息区，以迎接这自然的馈赠。向外延伸，构建出了一个四季凉廊，檐下亦有风情。在春夏季节，可以用作室外的客餐厅，或者开一个烧烤 party， 把周末唤醒，聊一聊上周的那部电影，赏一赏眼前的朝晖夕阴，俯瞰城市中的车水马龙，自有悠悠风情。你有眼光，我有好房。这里是一杠七 Mangafar Road， 买得起的双校网，住得下的三居堂，到得了的繁华地， hold 得住的投资房。